千玺在那边稍微拍照。好的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也欢迎千玺来到我们的嘉义盛典。我们知道呢，千玺有很多的影视作品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，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演绎不同的角色对你来说是怎样的体验呢？体验就是体会到了两个不同的人生，然后可以就是深入到他们灵魂里面去，就是更充实自己。我们也知道千玺其实一直以来非常的关注公益项目，我想问一下，参与这个公益项目你有没有什么感触？参与公益项目就是希望能用自己力量，然后多去帮助一些人，然后让这世界的环境变得更美好一些。谢谢。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家人周，家人中国的15周岁，那能不能对我们的家人中国送去生日祝福？祝家人中国15周岁生日快乐，然后越来越年轻。那场稍作休息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